他都在这儿呢。 别动啊！ 我这还有实体店啊，实体店呢。嗯，然后我们是烧锅，我们是一年定期去，几个月去一次。那顺道今天回来的早，啊，然后扫了一眼。行，没事儿。那个，我们一般都做社会福利院，就是那种敬老院啥的。然后看今天时间还早。那个老爷子他那个脚给我脚坏了，腿腿有点脚坏了，脚崴了。刀呢？ 我看你这个，这个人是专业的，不是？那你既然有这个，我给他汇报一下。专业会了？行，那个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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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给我下两了啊，这个我给你碎。有点，快点吧。还有三盒啊。给姐夫拿去呀。我拿吧。啊？什么菜？你不拆不开，你别给我下两了啊，这个我给你碎。有点，快点吧。我给他给那个包一盒。你会拆？拆啥？这都。给拿着吧，拿着吧。我不会。你以后把它给他啊。
你看看，拿出去看看。我不会，我这里我手头我这个。我剪不剪？你自己平时剪不剪啊？没剪过。一会儿看看，你先攥着。我攥着。你这是洗完了都包吧？没洗完，再泡一会儿。泡一会儿。